好重，超重。打开一下，什么东东？哎呦，不知道。太阳，哎，下去了。来，下去了。充电器，太阳能充电器啊。这个也算400块。对啊。换我喽。让我下去。等一下。要。没有录起来，这一定可以，一定很多人。一定很多人看，欸，超轻哎，超轻是什么？这是充电的啊，随身充啊，哦，手机的啊，还有可以当手电筒啊，赞爆了！你选几号？我选七号。是啊，是什么东西？哎哥，七号。这不错，这漂亮。这是什么？看不太出来什么东西。梵文的，哦。也许吧。来，没了，还有一个。七号啊，七号最容易中啊。七号吗？那当然就九号喽。哦，很高，什么东西？超轻的。哎呦 ，iPhone 机。不对 ，iPhone 这是什么？哎，iPhone 的，是吗？对啊，是 iPhone 耳机吗？应该是吧，那个900块，是啊，对啊，干嘛？啊，等一下，来 ，OK，你等下玩，我等下拍。谢谢你。感觉超重。哎呦，紫箭陀螺。哎呦，紫箭陀螺，蓝色。120的。150。好，一号，最后一个，帮我拿下。那最后一个，我们给他投下。清空的耶。这是什么？皮套。手机套，还是拔的最好。天猫的啦，目前拔的最好。淘宝吗？几号？这边几号？七号。最后一个。这个控制上下。好玩了。哦呦。啊。哎呀，你真贴纸。哎。还有你糊弄我，还是选五的最好。我五跟两个都很好。好了，那你就全部都选五啊，不用那么久。那我抽1000块啊，又没差。不要吗？哇，就把它全部抽完啊。五号啊。哦，看拔起帝王哎。不要消音哎。是啊，是啊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八十七，什么东西啊？宝宝鸭，宝宝鸭是什么？你好暴力啊！因为它里面最好的应该就是我刚那一个，一层里面会有一个最好。对啊，你说你是，这也蛮可爱的啊。这是干什么？充电的，是不是？它好像可以打开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。用转。等一下，看一下。我能轻一点，不然等一下要掉下去了。其实这里不好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东西会掉下去。哦，放隐形眼镜的啦。哦。好了。好，哦。结束了。对。